小鱼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以欺骗他呢？可是，我要怎么告诉小鱼呢？告诉他之后，他还会继续爱我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说。可是，恋人之间是不应该存在秘密的。我要坦白，既然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情，我要承担起这个后果。怎么了？小雨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你快说。之前我不能吃东西，不是因为过敏，而是因为用了一款 APP。怎么消失了？怎么能让钱少一个？小鱼，我没有骗你。我知道，我其实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我也用了人生外卖店的 APP。怎么也消失了？怎么用户又减少一个？为什么一个深度用户和一个 VVVVIP 用户会放弃使用人生外卖？没有了人设的加持，你们还会真心相爱吗？我喜欢。真实的我们会幸福吗？哎，你们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如此和谐？大家放一下手头的工作，我们一起开个会。今天把大家叫下来开的这个会，是为了我们公司以后的未来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，为公司出力。公司能否再次成功，在此一举。好，一起讨论不叫上我，好歹我曾经也是公司的一份子嘛。感谢粉丝福利。哇，谢谢。行，那大家就边吃边聊。赵哥，把咱们昨天的方案说说。好。昨天我跟苏总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决定转型做电子刊。电子刊就没有中间商了呀，去掉了物流和铺货的时间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。总之一句话，电子刊低成本高效率。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，大家可以行动起来，开发自媒体，记录我们的生活和城市，有趣有料。我这边可以多联系广告客户。这个想法好，我还能做做游戏直播和测评。好呀好呀，这是真人秀实的电子刊，这样不要太有趣啊。而且我们还有大明星方天琪啊，要好好利用资源。我们要搞直播带货，带货我们的杂志，怎么样？大家说的太好了，我跟大家不谋而合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做的方案，就这个双十一
让我们改头换面，用直播来跟读者们交流互动。这段时间我有很大的感触，其实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生活的更好才会带来更高的效率，更优质的工作成果。我宣布公司未来不会996，更没有007，取消打卡，取消考勤，让我们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，让杂志可以重新引领新生活。为了未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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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，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知道大家对我手上的这本杂志有没有印象呢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经常让我爸爸给我买一份它。我打小的审美啊，也都是靠它培养出来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幸请到了大明星方天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，欢迎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天琪，很高兴来到直播间。我们社有趣有料的电子杂志已经上线，盲盒周边呢也会在李佳佳直播间同步发售。那我们今天上线的是我们的限量定制版。好，那我们倒计时，倒计时喽！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架！哇，还要买它，绝对的，还要买它！送给你的男朋友，让他帮你清空购物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加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王整，外卖星球的黑科技料理研究员。人设外卖店是我现在的实验课题。池小鱼，社恐小透明。苏阳，社畜码农，是本轮实验中重点观测的对象。本课题运用人体内部生理参数变动，可以激发人体潜能的理论，开发利用脑机黑科技以及最新型食物疗法应用，赋以人设之名，让用户切实体验到从里到外的变化。当用户使用人设黑科技料理之后，脑机接口转化为二维码，身体数据将连接到互联网，通过调动用户的生理参数，从而唤醒用户沉睡的潜能。根据等价交换规律，当用户获取人设时，将等价回收用户等价值交换物。由于本次观测对象暂停实验，本课题本轮试验宣告失败。我在本次试验中产生了一点疑惑，依赖人设加持的用户失去外挂之后，还有超越自我的能力吗？当你艳羡某种人生，想套用某一个人设，其实你的内心已经拥有这样的潜质。不完美的我们，在日常中总会有一些小摩擦，但当我们配合着对方，调整着彼此，就渐渐地找到了一起生活的节奏。原来，让人变成孤岛的，不是冷漠，是我替自己造的那圈气泡。我没有被在气泡外愉快玩乐的人们抛弃，是我锁住了自己。只要勇敢地迈出一步，用力一戳，就能遇见你想成为的自己。诸位，我要去度蜜月了，等我回来给你们带礼物哦。辛苦哦。又串儿。看不出来呀，小伙子挺有潜质嘛。还不是丽姐教得好。小嘴真甜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又一个无知少女走进围城了呀。真爱无敌你不懂，对吧丽姐？你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赵哥啊，准备喝我们的喜酒吧。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啊，你也要去度蜜月了的吧？哦，对了，赵哥，你
可不要再摸鱼喽。哎，你把话给我讲讲清楚，我什么时候摸鱼了？我很敬业的好吧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早发喜糖的呀？人设外卖店，一看就是垃圾食品。外挂并非万能，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的勇气。你要点一份人设外卖吗？